好啦，嚟到咧下一节啦，咁就请嚟嘅朋友咧就系欧文杰导演，佢依家咧身处喺 Vancouver 温哥华嗰度。我哋上一节我哋讲到梁美芬话十年呢一类型嘅电影咧要唔可以再出现噶啦，啊杜绝啦。咁上次我哋讲话喂，佢2015年你哋出嘅时候，应该系2015年嘅圣诞节到系咪？系。是在12月17日我記得是的，那就我自己都看了幾次，你不要說OK 就是，但是他又看了幾次，就是他又包場，但是當然啦，就是人經過了現在的港版國安法之後，很多人都會有不同的看法，那電影是越來越困難的，你選擇了就是現在在香港以外的地方繼續做你的電影事業啦，那你的十年的其他的 partner 有一位周冠威就決定留守的，咁啊 Kiwi 就拍了呢一個時代革命。時代革命，其實你覺得個風險有幾大？其實定係冇人知道，依家留喺香港會點？哇！我一講有風險就好似話又話散播恐懼喎，好似依家時候我哋係咪？我都真係唔知道究竟。我諗相信每個人佢會自己去評斷佢自己嘅風險嘅，即係當尤其其實 Kiwi 本身是我的同屆的同學來的演藝，我們真的即很相熟的，真的你說我想對於我想我自己判斷整個局勢，無論是社會或者政治局勢來說，我的判斷當然個危險一定是有啦，作為就算是一個我想未必是甚至可能未必是一個拍電影的人，就算是一個香港市民，如果譬如甚至你有小朋友的，究竟香港的無論是教育啊，或者譬如講緊，好似你諗下今日好似講言論自由，你已經大家可能已經可能就係框門檻效應啦，大家可能覺得講唔到有啲嘢，有啲人唔講得開始都已經係咪已經習慣咗咧？咁我就唔知啦。即係等於好似有啲電影可能已經知道冇得上，都好似咦係咯，都預咗佢冇得上，都好似已經習慣咗，就一步步就即係香港嘅淪陷或者淪落，其實。即係去到今日，我哋喺度討論緊啦。當時啦，你諗下，我哋15年，你頭先講十年嘅時候啦，15年嘅時候，我哋仲講哇，十年哇喺香港當時其實電影院都有去到一個位，就係唔敢再即係你當係一個自我審查啦，即係白色恐怖咁啦，就自己唔再去播。都有Winnie Golden Scene 喺度。但係個問題係去到一個位，就係我哋當年十年咧係。即係戲院放嘅時候咧，每一套我哋喺唔同嘅戲院錄不停咁上映啦。咁但係每一套每一場每一間戲院播嘅最後一場，其實都係全滿院座，都係 full house 嘅。咁即係喺一個商業運作情況嚟講咧，係冇乜可能咧喺一個全院滿座嘅情況之下咧，咁咧佢就會即係你會唔繼續上噶嘛？即係做生意，咁你有錢收你唔收？咁當時十年嘅時候已經有咁樣，即係叫做第一次，好似好大件事咁。中聯辦出手咯，或者係其他唔知邊啲勢力啦，好多勢力啦，唔知啲乜嘢啦。咁但係你去到今日啦，已經講緊頭先講話時代革命，即係都已經幾開宗明義唔上得。然後電檢署有個條例話俾你聽，唔係寫時代革命啦，甚至係講緊有套先浪潮嘅短片啦，叫做搬屋嘅，咁已經送唔到電檢啦。好油嘅啫喎，你話搬屋即係而家咁解啫。係啦，即係佢即係係咪叫搬屋？係叫執屋。啊，執屋係啦，係咪即係 immigration？ 唔係嗰啲嘢，佢當然佢有啲牽涉到社會運動嘅，就係當時佢就描述緊有啲。因為當時有啲小朋友去參與緊遊行嘅時參與緊啲抗爭運動嘅時候咧，咁佢哋可能會被拘捕。咁但係被拘捕嘅時候咧，咁其實佢哋啲警察可能會走上門去查佢屋企。咁然後就有班人咧就走可能就喺警察去之前咧就去幫佢執咗個屋企。咁佢就攞咗呢個情景去寫一個故事，第一個係劇情電影嚟㗎。OK， 咁但係喺當咁我。即係你諗下，依家係講緊電檢已經話俾你聽，唔會過到電檢啦，冇得放啦。即係同大陸一樣，某啲題材唔得啦，已經係啦。咁但係你諗下啦，你諗下就係有已經短片，依個短片嚟嘅，就先浪潮嘅短片啦。咁然後你諗下《時代革命》啦，甚至嚟緊金馬獎有套我哋香港嘅一個提名電影作品叫《少年》啦。少年就係講又係當時有好多人可能會想去輕生喺個社會運動嘅時候，然後講一班人去嘗試去點樣去救呢啲輕生嘅人啦。
這個挺好的，其實是香港有成八成人是有 depression， 現在抑鬱症，喂，說緊跟溫哥華差不多的，溫哥華是落雨的時候是全加拿大原來自殺率最高的地方，抑鬱很嚴重，是啊，咁所以我就會覺得啦，即係如果你諗下喺一個咁樣嘅大環境底下，喂你咦大家好似已經有習慣咗咯喎，即係有個咁樣嘅電影話唔送得，即係唔送得審唔上映得好似都OK 啦，預咗啦。咁你一步步你諗下就係你自己去衡量翻頭先講緊個風險上嘅問題啦，即係我哋係咪喺香港做電影製作係咪仲有所謂嘅自由呢？即係我哋嘅自由係我哋的確好好嘅。你話 Kiwi， 其實我據我所知，即係佢已經有一套新嘅作品準備再拍啦。OK， 咁佢都繼續，可能就算冇得上，咁可能都揾到一啲嘅投資者願意，可能就係 OK， 你冇得上，可能冒住冇得上嘅風險都繼續俾你拍。咁不望回本，可能係咁嘅情況。咁我覺得都可能是一個出路嚟，可能拍緊都係一個話題，即係拍緊嘅隨時打壓，係咪？係啦，即係好似之前何韻詩咁樣，你去到 last minute， 然後到你上，咁佢就我記得何韻詩當時佢本來喺一個藝術中心度就做個演唱會，然後就到最後就可能要喺個冷氣房，即係冇冷氣嘅房度，然後就喺度唱歌俾大家聽。但係好邪惡喎，佢要你賠翻嗰個租場費喎，即係好似係咁嘅。咁呢個咪就係、是、呢、這個就係一個。即係手段啦，行政上嘅手段啦。咁其實你用即係大家可能只不過諗清楚，就係因為依家係一個有個極權，有一個唔係好講道理嘅政權。佢其實唔係好講道理，你真係好客氣。唔係，其實係好唔講道理。其實係一個唔應該咁講，喺我角度係一個唔 legitimate 嘅政權。係一個唔 legitimate 的。呢句我諗大家明白點。係啦，即係佢都完全冇認受性噶嘛，係咪先？咁佢仲點會合法啫？其實喺我角度咁。咁而一個咁嘅政權，佢為咗去維護緊佢自己嘅繼續去執行控制緊成個社會局勢嘅利益，咁然後佢咪用盡佢無所不用嘅手段去迫使大家就範。咁究竟會用啲咩手段呢？咁你咪見到依家咪係一個方法咯。而呢樣嘢其實我覺得，如果有睇中國近代史嘅朋友嘅時候，其實唔會覺得陌生噶嘛。而亦都點解亦都有咁多？可能叫做有能力啲嘅朋友啦，咁佢哋就會選擇知道如果你真係冇得去對抗嘅時候，咪選擇去離開。咁當然亦都有啲朋友就係可能冇得選擇，然後就迫於無奈，係咪繼續要留喺香港呢？咁呢個我相信就係即係當然今日我哋唔係討論緊呢個話題啦。咁但係去到一個位置就係依家講緊風險上嘅時候，我諗大家會有自己嘅。我相信經歷了由2019年經歷到依家都成接近兩年的時候，咁我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的夠足夠的判斷，去究竟應該會發生緊咩事嘅。其實有很多做評論政治評論員啦，唔好講話金融啦，我數不到有幾多個在香港。政治評論員，我諗剩翻鍾建華博士，依家暫時在香港。夫子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香港，即是刘瑞兆，大致上是这么多。其他陶杰现在他旅居英国，我不知道，即是现在那个 extreme makeover 是吓死人，但是怎样可以有个免于恐惧的自由，是不是圣诞节那个一起回香港，不过还要 quarantine 多14日，这下嘢攞命。如果他没有个 quarantine 呢，我想很多人会回去去不是叫闯关，即是我现在的感觉就是他整到就是无论你蓝又好黄又好，你离开了香港你再回去，就正如加拿大八月那个旅游警示，哇你有机会你出不到境你就回香港，即是你还怎样叫人去投资呢？不是投资电影，是 generally 去投资在香港，啲人都要想一想。是啊，其实我都真的很奇怪，我听说你回香港，我想着。我回去是的，我是要回去的，有很多多东西是还在香港那里。那就我的公司其实是有不同地方都有的，就是 operate 到的。那但是回去就我又觉得回去就是回去的。那但是个问题就是都很得意，你问我这样东西，欧文杰。我八月的时候我在多伦多，我找个经贸办，找了他们那个叫做处长。咁就嘗試問下佢，其實一個想有一個簡短嘅 meeting， 就係話喂，究竟
加拿大嘅企業、加拿大嘅 SME 翻去香港投資，點樣可以保障佢哋嘅公司嘅資產唔會因為港版國安法而無理地凍結，同埋個人嘅安全啫嘛。其實個 topic 就係咁簡單 ，private meeting 冇人騷我，跟住俾咗個係 invest Hong Kong 嗰啲 director 我，我唔係想傾呢啲嘅，我係想傾個政治個層面，因為依家個咩嘢都係政治啊嘛，香港。咁政治就係眾人之事咯。其實呢樣嘢我諗好多電影人都冇嗰個 creativity 嗰個空間，咁就可能要真係。但係你呢個討論嘅層面會唔會就好似變成咗好似？你等於你會唔會翻去內地去同去同中聯辦去傾同一個問題咧？同中聯辦傾啊，其實啊呢、這個就係一個更加好嘅話題，就係、是、假如你係特首，演藝及娛樂界選組有個特首，你點樣可以去將香港未來五年運行啫嘛？即係依家我哋係有個恐懼喺度，即係你覺得中聯辦係會可以同你傾嘅，唔需要同中聯辦傾噶啦，同北京講。係啦，同北京講。你覺得北京會同你傾嘅，咁會係直接揾北京傾咧？當然係要用同北京講，不過呢個係下一節我哋再傾啦，好嗎？Okay.